大家早安，我是伊森，他是尚轩。我们今天要去蓝山的景观世界搭缆车。先给大家看一个这种东西。我看到那个轨道吗？那个是之前要坐云霄飞车的地方，它结果荒废了。然后我们要先去换票，我们是在 Klook 买的票，换完票就可以去搭缆车了。紧张吗？好。今天要搭三种缆车跟走一个步道，分别是 Railway、Cableway、Skyway。等一下就一一的搭给大家看。我们在网络上面订的票就要进来这个柜台换票，他一定要换票，因为他要换手环才可以搭车。Then I'm gonna show you around on the map. OK， 好的，我们已经换完票了，然后这一层就是纪念品层，然后搭车下去的话是没有厕所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搭车地方上厕所。Good morning, guys. Welcome. Morning. Thank you. Here we go.Turn on them stairs, you'll be on the platform. Okay. Oh, 我们已经到了 Railway 的地方了，它是全世界最陡的缆车。我们要下去了。这个车厢了，然后这个啊可以调椅子的角度，就让你看你想要哪个角，这是比较上面的，这是比较下面的。我们要出发了。Welcome on board the Scenic Railway, everyone. My name is Claire, your driver at the back here. Please keep a tight hold of all of your loose and valuable items. That includes any small kids. This is the world's cheapest railway. 太酷了吧！我们已经搭到下面了，后面就是三姐妹峰。搭完那个叫什么来着 ？Railway 完之后就走过来有三条步道，比较老少咸宜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走这个步道，就会介绍一些以前的矿坑文化。现在走这步道放很多的装置艺术，虽然有些看起来蛮就是摸不着头绪的，像这个是浴缸吗？那个柴火桶，柴火桶子。它这里有那种装置艺术，我走进来直接被吓一跳。给大家看这个，我就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探座的人。然后走进来角落还有一个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干嘛呢，是小黑摊。今天最后一个行程，那你介绍一下 Sky 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缆车，然后离地面有270公尺，然后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三姐妹峰。哦，来了，超大台的。我们已经进来这个缆车了，给大家看看缆车里面很大，然后它有一个透明地板。
缆车就是刚才开到中间，然后停一下之后就往回开了，它不会开到对面，因为这边没有下车的地方。我们又来搭了第二次的 railway， 因为我想要坐第一排回去。这个景观世界大概两个小时之内一定玩得完，很漂亮的。我觉得如果既然都来了，可以买票进来玩一下，走一下步道啊，搭一下缆车，尤其是这个世界上最陡的缆车，蛮好玩的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不要离镜头那么近，你跟大家说再见。拜拜。